Angel， 請我順便。Take care， 我哋走先。妈咪已经走咗啦，以后得翻我同你咋？你搞错啦，你哋先系一家人，我从来都系自己一个。点解你可以咁讲噶？三年前你粒声唔出走咗去，打电话俾你又唔听 ，WhatsApp 你又唔应我哋，爹哋妈咪好挂住你噶，你系咪有心避开我哋啊？佢哋临走嘅时候嘅心愿都系想见翻你咋？讲我系做咗千古罪人，搞到佢哋死唔眼闭，乜我咁重要嘅咩？你好重要噶。因为你佢哋个女嚟噶嘛，你都系我阿妹嚟噶，同样你喺我心目中都好重要噶。其实我今日嚟系未翻条锁匙嚟噶咋，以后无啦无能。Emma， 咁你执埋啲嘢先好走啊，一样都唔好留低啊。你睇下，爹哋妈咪一直 keep 住你间房，所有嘢都冇变过噶。妈咪之前每日朝早都会去花墟嗰度买花，佢知道你中意花，因为佢好想你随时翻嚟都会见到。我攞你个纸箱执嘢，冇问题啊嘛。大门个锁坏咗噶，如果要换零件嘅话咧，要等一个月。如果成个锁换咗去咧，其实一日就搞掂噶啦。但系爹哋佢都坚持每日瞓喺个厅嗰度望住个门口。因为佢好惊你入唔到门口啊！一个箱唔够装，我出去凑多个。呢三年以嚟，爹哋妈咪一直都好挂住你噶。佢哋无论食饭、冲凉、瞓觉，佢哋就系攞住个电话，因为佢哋好惊你突然之间打电话嚟，佢哋会 miss 咗你个 call 啊！够啦，你讲咁多俾我听做咩啫？我就好想话俾你知，除咗爹哋妈咪，佢哋一直等你翻嚟，你都好挂住呢个屋企噶，系咪？今日你嚟坟场，你唔系净系谂住俾抽锁匙我噶，你想送佢哋最后一程。咁点解啊？你话俾我知点解你要粒声唔出离开呢个屋企啊？好，你要知点解啊嘛。我今晚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呢度就系你要带我嚟嘅地方。即系带我嚟呢度做啲乜嘢啊？你终于 feel 到俾人赖喺度有几咁惊啦咩？我唔明啊，发生啲咩事啊？究竟小学四年级 Miss 带我哋嚟呢度旅行，临走嗰阵我想去多个厕所啦，点知一出翻嚟架旅游巴已经走咗啦，我就系咁俾人赖低咗喺度。佢哋知道之后即刻打电话俾爹哋妈咪啦，但系打极都冇人听啊，因为咁啱你发烧入咗医院。他们一直都陪住你啊！我一直都不知道啊！如果他们知道你出了事的话，他一定会赶回学校找你的。不会咯，你一出世就有严重的地中海贫血，爹哋妈咪不想看着你成世都输血做人，所以生我出来搏一搏，看看我的骨髓适不适合你。好彩被他们搏到，如果不是，我相信他们都会再生第二个、第三个 Emma 出来救你。根本我的出现就是为了医你的病，做你的药。唔系噶，爹哋妈咪好锡你噶，你要啲咩佢哋都会买俾你噶。系啊，我周身名牌咁又点啊？如果佢哋真系锡我嘅话，就唔会连我俾人留低咗喺荒山野岭都唔知啦。我只系想要一个紧张我、关心我会陪住我嘅爹哋妈咪咋？点解佢哋净系咁对你，唔系咁对我啊 ？Sorry 啊，唔系咁噶。你知唔知我真系好憎你啊？你仲要成日喺度扮善解人意、温柔体贴，搞到我好似一个罪人咁啊！你问我点解要搬走嘛？就因为我唔想见到你。我唔想留喺个有你屋企，我唔想有个咁嘅家姐啊！
終於都醒啦！點解你會喺度嘅？你差啲累我害死你噶！醫生話你心臟衰竭，隨時會熄機噶。原來你冇走到。我唔想做多次千古罪人咋。多謝你啊！醫生話我呢個病隨時會死噶，不如你搬翻嚟住啊！嗯，我考慮一下。睇下呢度，哇！行啦，哇！真係好耐冇嚟過啦。以前爹哋媽咪成日帶我哋兩個嚟放風箏。你話如果呢一刻，如果而家有風箏就好啦嘛。我梗係早有準備啦。你帶咗風箏，叻女。你記得點放㗎？梗記得啦。是你世界没有惊喜，全结尾最难那出戏，宁愿逃避回上世纪，如平常卖勇气，谁向你说着对不起，令你暂满足心理，来回答如要比，大概未算做抑郁自死，关心者劝过谈灰心得太早，相恋的半数还可单放送拥抱，相比起劫数情况已经很好，若未见底就接受那绝对降低，总不可以降低，便继续在自己及捍卫，喂，多得 call揾我有事？啱啱有个合适你嘅心脏，可以安排你做移植手术。你即刻赶嚟医院。个手术好成功，冇出现其他并发症同埋受感染。多谢你，呢份系你送俾我最好嘅礼物。个天有心玩我，一出世就要我孭住呢个病做人，以为医翻好啦，点知两年前送个计时炸弹俾我。佢报告证实你患咗心脏衰竭，你唯一可以做嘅就系尽快安排你接受一个换心嘅手术。如果情况恶化落去，你会死。要等一个合适我的心脏做移植手术，仲难过当日要找合适的骨髓。那一刻我真的绝望到谷底。直至你在爹地妈咪坟前出现。Emma！ 似乎个天又衰不晒。不过我真的好妒忌你。大家都是同一条肠出世啫，你随随便便就可以健健康康，我为了生存就要营营役役，频频扑扑。
有事？啱啱有个合适你嘅心脏，可以安排你做移植手术。你唔系话好憎我抢走爹哋妈咪嘅？咁你而家咪永远可以同佢哋喺埋一齐咯？相信呢一份系我送俾你最好嘅礼物。谁人也明作弊。